个厂商就说：“婉姐，我们有一个商品是那个卫生棉，是新品，你可以来站台吗？”我想说：“哎，好啊，当然好啊，对不对？”我就说：“好好 ，OK， 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可是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但是我们要找一对正在共同一起历经惊奇的母女。”我一起历经惊奇啊，我就尴尬。女儿有，你也有了。黑了啊！我这个人又很直啊，我都刁滴了，我很坦白，我就说，哎，可是不好意思，我停经了。哎，亚丽哥说，哦，那婉姐不好意思，哎，亚丽哥说不好意思，我说整个，哦，我整个，我真的，我提莫吉真的很不爽，停经的是什么？难道他会检查吗？不是，老娘也来了三十几年才走的啊，那我也很有经验呐。比方说该要怎么选，怎么弄，怎么样，我又不是都没有来过，对不对？